到这张，感觉到这张。十二会不会太 OP 了一点呢？下一个，看这边，一整排全部都是。我抽六张嘛，因为Russian Roulette是怎样？就是 Begin Share the Turn 的时候，换下一次换云林的时候，大家一个角色就 miss， 然后谁先没有 miss 谁就输了。我输了啊！所以就是不会这样一直转，然后看你谁有 miss 这样子。不能用 Barrel 来那个这个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可以超。哎，不行。你要 discard miss， 所以 barrel 不行，要 discard。可是这种可以前面的，那种小绿色的。干嘛？换谁啊？换我呗。每次都想很久。差什么？敢这样，我下个 round 就不用 Jimmy 了，我要想用谁？你死啊！我知道，所以我要用其他人。我零低了，其实你看喽，你没看，这个是有那个。你看，如果变零低，其实我还有一点这样子的啦、啊，这就是这样子啊。对啊，零低就这样子GG了。不要死！你是开他，你根本是开他啦。早点回家，谁的？我的，这是我的。2009全新创作改编专辑。谁呢？春日光。那他声音超低。哦，他声音很高，那个苏打绿的，对，清风。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当 Seneca 这样我会超慢的？不可以当 Seneca。我们打个入，如果大家有人托你选到 Seneca， 不用怕，我也蛮有这张。苏打绿，全新创作的。啊！我是奥特，没事，没有看到。那个无间道刘德华不是这样吗？刘德华，无间道很久以前了，无间道二啊，当谁呢？刘德华有演，我以为是梁。刘德华一直都在里面呢、啊，你看是吧？主角哎、欸，六啊！他学刘德华，错杀自己人没关系。哦，他是那种。什么机歪点？林建超。干！